你平时是怎么跑销售的？有的时候用腿来跑吧，有时候是开车来跑。盘点人类沙雕操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帅气逼人组合，我是帅气。你先说。我是组合。啊！我谁脚他妈臭啊！我操！肯定不是我脚啊！我操！不但是你脚，哎呦我的妈！你那他妈一点他妈的容易着了，不能还能着？我还我还不着！哎呦我的妈！Oh God, please no！ 那你看这个视频，缩短寿命的四件事，肯定有抽烟和喝酒了。一、熬夜。二、熬夜逛淘宝。妈的，这个视频你做的。现在让我们为大家展示驾车技术。This way, please. 前进，驾驾驾！我滴滴滴，我左转，右转，歪歪歪歪歪，刹车，离了，转了吧。Nice， 帅哥。啊，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没事，咱晚上喝点啊，喝点啊，啊，喝点啊。你多大量啊？你是？哎呀，我不能喝，哎呀，我就一杯我就倒了。你没有量，你给我喝什么玩意儿？下去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好吗？嫁给你可以，只是我以前动过大手术，恐怕生不了孩子。没关系，咱们可以领养一个嘛。对了，你这个手术不会有啥后遗症吧？后遗症倒没有，就是蹲着尿尿还不习惯。大把戏他。给我领带。哼，做梦都想不到，来手好好的，回不去了。美国轰炸那个珍珠港。哥，这多少钱一个？那个10块钱。10块钱一个，我操，这么贵！那这样呢？那个3个，我操！3个，我操！怎样确定精神病人可以出院了？哦，很简单，把浴缸的水灌满，旁边放一个勺，再放一个盆，要求把浴缸腾空。哦，正常的会用盆。那不是正常的，会把塞子拔掉。毕竟我吃东西被老师发现了，他说拿出来和小朋友一起挥洒。那你拿出来了吗？没有，我没有那么多鼻屎。Hello， 搞一碗粉汤不要粉，搞一碗红汤不要红。啊，对。老板娘，茶几有不？茶几，茶几啊，茶几，茶几，茶几，喝的，自己找吧。茶几吗？茶几，茶杯是吧？那叫茶杯啊。哦哦哦，茶杯，哦茶杯。哦，我还有茶几。师傅，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